塑料的你还是不是？一点弹性都没有，你弹性也有弹性，有点。你这是医用手套，一次性的。你买人家买这样式的，像我这样式的。你瞅明白呀，这玩意买不点。今晚这上冻。上冻正好在棚里干活，热乎。要不热天都成本了。咱把袋装上。摘不摘吧？摘不摘咱能吃蘸酱，蘸酱吃。荠菜。有塑料袋吗，三娘？嗯。自己找去吧。我找不着。小野菜出来了哈。这叫荠菜，那棚里还有蒲公英呢，是吗？嗯。我那天还没长出来呢，扣上这棚子那就长了哈。嗯。那啥菜？那是药材。不是，好像以前种的啥玩意儿，啥籽儿？小时候就成愿意挖菜。那孩子也不成天养那啥。你挖没挖过羊肉罐儿？哎呀，没挖过，那羊肉罐儿长是羊肉罐长。天山地长羊肉罐长吗？别拍大大往前喊呢，喊的一个人比一个人声音大。天长地长羊肉罐长，天长地长羊肉罐长。嗯。羊肉罐长。嗯，没事。荠菜。那我俩还有那个。挖完了这家伙，也不管有没有鱼。往上。这大酱菜好吃啊！嗯呐，老弟也是一推车子那啥呀？对对对，跟我那一样。这给点推子推啊，先进武器。我先要你三角不削腿呀？老哥是主推手。一般这玩意不会推。啊？一般推不了。这玩意你看推多平，老哥哈。这头型，老哥头型专门自己修理，你看这两天没刮了，这出洋率才好呢，出洋率才好，这就是羊盘呐，到时候一下籽往这顶上，苗就贴这顶就出来了。头发，长起长可快了，这铺上我再推，两个地上就倒回来。我是负责运土的。把这一座山不小啊！来，三姐夫开车挺快呀，要嗖嗖的，哼，啊。上北厂子打电话说是那个北边的网子今天有风大给滑起来了，咱上看看。刮手啊，然后骨头碎的白瞎了，快沙包那好好扣扣，能吃地挺干是吗？啊，这地挺干，人家这水沙没了吗？平常走一圈，因为大棚还没开化呢，它吹两天呢。现在好像没接上水，有点闪边了哈。到边上得了，到边先吃吧。坐多少？哎、啊，我手机在你那儿啊。我说没喝酒，少喝点。喝点，少喝点，喝弄一两多点。没喝多少。他们那谁呀？三姐老姐呢？我赶紧走了。哦。回家准备下一场。上吧。电我一扣，没电我就不扣。停电了。行。都停电了。嗯。咱们是停电了。停电了。嗯呐。那大风小豪的。大风小豪。喝杯酒。大风咋的？我说大风小豪的能不停电吗？